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讲解啊。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天啊，然后进入到明天的话，我们就正式步入新的一年，2019年。那么在此之际，我先提前祝各位投资人、各位学员在新的一年当中身体健康，然后我们在交易的技能上更上一层楼。OK，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提纲的讲解。那么由于今天我们是在苏州进行3天2夜的密训啊，所以说这个解盘跟密训是线上线下同步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主要的，因为整体市场行情也是相对比较相对比较清淡一些啊，我们没有去对整个货币对和一个市场的走势，包括整体的趋势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走势的脉络的一个阐述。在此开始之前，还是先让大家帮我测试一下声音跟视频是否正常，因为在酒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正常听到。好，那么OK，没有声音吗？看一看啊，可以听到吗？OK，好，那么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讲解，直接开始从盘面开始讲啊，我们先看一看欧元对美元啊，欧元对美元现在是处在一个整体的反弹趋势当中，但是仍旧是主要的一个大的节奏还是一个震荡下行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之前去谈到一个关于金融危机的背景啊，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往往这个非美货币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那么美元跟黄金会在金融危机的这个前后出现这种周期性的上涨，那么现在我们所在市场当中所看到的一些这种市场当中的反应啊，黄金的上涨、日币、美日的下跌，以及美瑞的这个下跌，包括美元最近的强化等等，其实都体现出在整个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一些反映出来的一些市场现象。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抓不太住或者踩不到这个点，就市场当中到底是个什么节奏啊？现在非美货币也那些。黄金也在上涨，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就觉得很奇怪，就怎么跟之前的一些这种市场当中的一些非美上涨黄金啊，非美这个上涨，美元下跌，美元上涨，非美下跌这种现象，好像出现了一些各自分化的走势，这怎么去把握这个节奏？我觉得现在来看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把所有的最近市场上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归类为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兆。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避险情绪的激增导致的资金流入到黄金以及日币等避险资产的这些现象，我们应该做出一些这种在交易策略上的回应啊，不应该在现在阶段去这个以为美元还比较强或者美元比较弱啊，我就单边的去做多非美货币或者单边的在高空黄金。我觉得相对来看，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具体的策略对应的调整。OK，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看欧元啊，欧元其实在整个一个大的形势下，我认为还是一个相对偏空的啊，从1.18到1.15，那这整个阶段当中，它都是一个处在一个
低点在下移，重心在下移的过程当中，就现在整体来看，我们如果单纯的从趋势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欧元现在仍旧是在一个下跌趋势。那我们有可能认为这个地方是处在一个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在基本面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欧元对美欧元它的一个基本的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个格局都应该是一个震荡，并且是逐渐下行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基于一个策略的考量的话，那么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逢高做空。那么逢高做空的话，我需要去踩点，就是我需要去首先去制定一块区域。那第二个就是在制定一块区域之后，那么在这个区间当中，我应该去以怎么样一个具体的点位，以及怎么样的一个止损，制定我的一个交易计划，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欧美现在是非常明显是处在一个下跌，并且是反弹的一个遇阻这么一个情景当中。那么在此之际，我认为现在的这块区域当中，它就是出现欧元对美元高空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注意啊，我讲的是一块区域，就是在1.15之下的这块区域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找到那些通过我们学过的一些形态呀，通过我们学过的一些入场的手段和方法，去找到一些具体的入场点位。那么这些入场点位的一些入场点位的一些把握，就会影响或者是决定你这笔交易的质量。那么这也是权衡两个不同交易者之间他们的一个技能的高低。就是说有的交易者他可能比较交易的手法比较老练成熟一些，他可能进的点位比你好，对吧？那有的交易者他可能相对比较这个。在经验方面，刚刚初入交易者，那么刚刚初入市场的这些投资人，可能对于点位的把握没有那么精确，而导致交易质量欠佳。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去权衡它呢？第一是通过学习过的形态，第二是通过这个学习形态之后，你需要去通过这种练习，对吧？我们在交易当中就所谓顺大势逆小势，势不可挡，就是在大趋势当中尽量的去按照现在应有的方向去执行交易计划，这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逆势交易如果把握不好点位的话，所以说逆势交易当中，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反转，啊，也有可能会面临这种大的回调。但是如果把握不好这种点位的话，很有可能会这造成这种交易的这个胜率也不高啊，最终止损的频率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此之际呢，我建议大家不管怎么样啊，就在所有品种当中尽量的通过你的直觉。什么叫直觉？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不用在群里回答，我自己内心想，我们认为它是上涨还是下跌趋势？你的直觉告诉你，它是下跌趋势。再看看澳币，那么澳币现在是上涨还是下跌趋势呢？下跌趋势。再来看一看英镑，上涨趋势还是下跌趋势呢？下跌趋势，对吗？我相信大家都统一的得到一个答案。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事情简单化。既然是通过直觉的判断，我知道这个行情、这个品种、这个趋势是往下在走的。那么我们首选的第一最佳的入场策略就是我怎么去寻找到高点，或者是反弹的那个转折点，我要去顺势去做空它，这是最安全的一个交易的方向，没有比这个更安全，因为你是站在趋势方。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呢？就是在顺势交易当中，很多同学可能也把握不好点位，就经常被止损，虽然说比较安全，方向是安全，但是由于点位的把握不佳，那也会形成一系列止损的问题，解决入场点位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解决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交易的整个质量就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OK，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包括每日啊，每日现在如果我们通过直觉来看的话，第一反应啊，我们就看第一反应。现在什么趋势？下跌趋势，对不对？下跌趋势。黄金呢？第一反应上涨趋势，很简单。那么在我们通过直觉的识别，分辨出当前品种的一个走势之后，我就应该去通过这个顺势的角度来去找那个入场点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时候交易就这么简单，或者是我们不需要去这个做太多的这个分析的解读。那么有同学问到说，老师，你也会尝试逆势的交易啊，比如说黄金你也做过空单啊，比如说每日你也做过这个多单啊，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讲过啊，在逆势交易当中，可以清仓的去尝试
寻找市场的拐点。那但是这个拐点是基于你在安全的情况下，就是你一定是在基于一定风控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这样尝试。为什么呢？因为行情会延续，终究会反转。那一旦反转起来，你就具备了一个在最佳点位入场的优势。那你可以去通过这个，我们讲过，就是从鱼头吃到鱼身。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在鱼头就建立了你的头寸啊，一直拿到这个整个鱼的身段。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建立在某个点位具有相当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你必须基于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清仓的去尝试，风控一定要做好。刚才海清老师也在讲，他说这个碰到国际期货交易大师叫做威廉姆斯啊，大家也可以去搜，他写过书叫做《短线交易高手》啊，叫短线交易天才还是短线交易高手。那么海清老师之前跟威廉姆斯见面的时候呢，去谈及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您在交易当中，市场当中，打拼了这么久啊，也拿过世界冠军，也自己也举办过很多类似的这种培训的活动啊，这个也赚过很多钱，一年100多倍，包括您的女儿也是创造了期货交易当中的记录，是吧？那么您认为在整个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他说了三句话：控制亏损，控制亏损，还是控制亏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交易当中啊，一定要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首先谈论的是生存，那么生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你的风险控制能力。那么在风险的控制能力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情况下，我们再去扩大自己的预期。那么在这个预期的情况下，再去扩大自己的生产和收益，这个才是正常的。所以说，任何品种、任何交易，一个最基本、最安全的底线就是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亏损。在之前，在没有去啊、在经过学习或者经过老师的引导的时候，可能自己哎，很多时候不设置止损啊，这个反复去上下调动自己的止损。那第三个就是，甚至是逆势加仓等等一系列错误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发生。那么我们现在学到了之后，哎，在市场当中，我们起码知道了怎么去控制亏损，对吧？怎么去在这个市场当中先立足、先生存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哎，在这个基础上，我怎么通过一系列手段和一系列通过趋势的跟踪来扩大我的收益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再去谈及收益，我们再去谈及收益啊，在谈及这个亏损的前提下，一定是要基于你的这个风险控制的一个大的背景。如果没有这个风险控制，那么后面的所有的收益和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资金带来的复利的增长，都不能去谈及。OK，所以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讲的一个观点啊，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亏损的控制，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亏损。所以说，止损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选择。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关于刚才去谈及到关于两个，第一个是方向，那第二个是控制亏损。那么接下来就看一看啊，欧元对美元毋庸置疑现在是处在一个下跌的方向当中。当你不知道怎么去看市场的走势的时候，通过直觉的判断啊，记住老师一句话。通过直觉，你的直觉告诉你那个方向是最准的，不需要通过反复的去阅读，第一眼看到它什么趋势，比如说欧元下跌趋势，那好，找到高位逢高做空。刚才讲到了啊，刚才讲到了这个高位当中1.15之下，那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好啊，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些位置。那么我们看到欧元现在是走到1.14啊，1.14315的位置，那么我就认为在今天的一个整个交易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区间当中，那么这块区域是今天入场点位。那我们如果再切换到4小时当中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围绕1.14.17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出现过，你看，涨上去，啪下来，再涨上去，4小时在这个地方，你看高吞没，吞没，再吞没，再上去。那么这块区域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阻力卖压区，注意啊，这块区域就是非常明显的阻力卖压区。我们可以通过价格在打入到这块区域当中所形成的价格行为，所看到多空交易者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卖压情况，或者是空头在这个地方它所做出的市场痕迹。那么以这个来作为判断方向，我们确定了逢高做空。那么具体的入场区域我们也确定了在1.15到1.1450到1.15之间。那所以说在这个之间当中，我们就要去寻找到一个具体的买卖点。那买卖点在哪儿呢？在通过 K 线的这个观测
和形态的识别，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买点在哪。所以说，我认为欧元对美元在今天来看4小时当中，那么我们如果把它限制一下的话，那这块区域就是一个日内交易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场区域。所以说，价格如果再次回踩一点，那今天早上其实走到这儿，走到1.1450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入场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同学们注意看啊，4小时当中一二吞没下来，上涨上去，再吞没下来。那些就像这种一二每次上涨都被4小时反转下来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多头的攻势就会受到非常都就会受到这种啊逐渐的衰竭，逐渐的衰竭表明空头啊多头的攻势啊会逐渐的衰竭，表明空头在重新发力。所以说这块区域是空头非常好的入场区间。那言外之意就是往上回一点，我就要考虑再次入场。那今天早上早盘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一个早盘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入场点啊。那今天如果是再次回到1.1450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次形成第二次入场，止损以前高作为参考。那止损以前高作为参考，我们再来看一看日线图啊。那我们看日线图的话，可以看到这个，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大阳线上涨上来，大阳线上涨上来，如果这块区域要被击穿的话，它一什么的，紧接一根大阳线，对吗？就这个地方，如果它是真的要突破的话，它不会形成这种留下这种短尾巴，然后再收一根实体比较小的阳线，并且伴随着长长的上影线。那所以说，那么在这块区域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卖压区，我们叫做所以说，当它如果再次往下走到1.14的话，那么整个节奏就会再次被反转过来。所以说，现在整个欧元的一个现在欧元的一个大的格调是什么呢？大的格调就是震荡下行，方向是向下的。那么日线级别上，当它大阳线上涨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有很多人认为，哎呀，行情是不是要再次反转上去了？我要去追多，一追多，今天立马给你反转下来。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上周五这根 K 线啊，这根 K 线伴随着长长的上影线，表明上方有非常大的卖压，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阻力区间。那所以说是空头再次入场，机构订单再次入场的位置，机构的空头订单再次入场的位置，或者是消灭多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狙击期啊，这个狙击的区间。所以说在此，我们看到欧元对美元今天日内交易的一个黄金的位置，就是在1.15，就是在这块区域当中。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啊，可能会更低一点。那所以说，最佳的入场点位呢，就是在1.1450。刚才跟大家讲到的，那在4小时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所以说，我们在日线的判断啊，通过对这些入场痕迹的一个了解，我们就知道，哎，现在市场的总体方向还是偏空的。那么我就建议大家今天在整个趋势当中就不要再去追多了啊，我认为欧元还是一个高空行情，如果再走到1.1450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挂单入场，往下去做止损，就放在前高就行，大概是25个点左右止损，止损的话大概是放置在25个点的第一目标。那第一目标，这一条上涨趋势的382%的黄金分割位，那正好也是这个，在斐波那契的比例当中占有着比较重要的一个等级的一个位置，0.382作为第一目标啊。但是现在如果早盘我们空进去的话，现在再次反弹的话，还是可以再空的。
啊，没有问题。第二目标呢，我们放在0.618。啊，第二目标我们放在0.618，1.13920的位置，止损放在前高25个点。啊，第三目标放在前方低点。那么在这块低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在这块低点当中呢，它也是有一些叫做 support，啊，有一些支撑，价格在这地方有一些买盘，你看，啪走上去，啪走上去，所以说那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日内交易当中的短线离场点，啊，4小时当中或者是周内当中的一个这个交易的一个具体波动的区间。或者是空头的离场点位，以1.1350作为参考，啊，三个目标，OK，反转到1.1450，再次入场，止损于前高，这是欧元。好，再看，因为Mary 姐在群里说到，说黄金现在在下行，那么黄金现在在下行，我们看到黄金日线图上啊，就我们刚才去谈到，就是说欧元在日线图上它有遇阻的痕迹，对吗？有这个空头被有这个多头被消耗的痕迹。那在黄金的日线图上，我们看到除了在上周四这个地方出现过这种，你看上涨过后走平，出现一个垂线，上影线非常长，表明上方压力非常大。但是呢，像这种压力都被突破的时候，在上周四，今天是周一啊，今天是周一，在上周这个三啊，这个周四的时候，大阳线再次吞没上来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认知到说黄金压力不足以抵挡住这一波攻势，才会出现大阳线再次吞没上行，把这个前方的一个非常明朗的遇阻信号给上包上去的现象。所以说，对于黄金来看的话，除非它今天在这个地方反转掉上周五的一根大阳线，那么我们就认为黄金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双顶形态。如果再切换到4小时当中来看，其实就会把这个多空交战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明显一点啊。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是你看走上来、下去、再上来、再下去，OK，如果这样子再下来的话，我应该连接这个点。它如果再下来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日线图上就会把它吞没下行，那整个就会吞没下去。一旦吞，是交易当中的最后一次上冲被双 K 反转下来，否则我认为黄金依旧还是个上涨趋势啊，因为整个市场当中还是在受到一个避险情绪的推升。那么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现在起码今天来看。啊，观测它的收盘价格，不要在现价做空黄金，因为黄金在整个市场当中现在是非常抢手的品种，美股的资金出逃，造成了市场进一步的恐慌。那么这些资金在短期之内一定会去寻找到一个避风港，所以说我们近期所看到的黄金的上涨，包括日币的增值等等，都是因为这一系列市场的现象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黄金来看的话，不是不可以做空啊，我就认为现在就你看这些地方了，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就空头往往是很短的，对吗？空头的力量是越来越足。这些地方你看，我们可以数啊，一二三四五，这空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反观过来看多头啊，每次空头的一个回调都被连续的这个强而有力的多头买盘给直接给你看吞没上去，或者给买上去。所以说我们来看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那明显现在是一个多方市场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会做空黄金，是因为它有一个垂线的反转。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哎，去试一试，好，整体行情有没有可能再反转下来？但是就现在的一个价格来看的话，你看又是连续2天，啪啪啪买上去，那这个地方短暂回调，如果再买上去的话，那黄金可能就去1300了，可能就是去1300了。而且在整个周期来看的话，反属到这个中国的一个新年的假期，
金的一个整个周期，按照过去市场当中的表现来看的话，它都不差，咱不说很强，但是它都不差。因为整个中国13亿人口啊，在这个过新年的时候，也是属于这个中国非常大的这种节假期啊，节假的这个节假周期。那么这亲朋好友之间，对吧？通常会去。啊，亲朋好友之间通常会去这个赠送黄金、赠送白银来以表自己对彼此对方新年的祝福，包括这在这个新年当中，很多这个啊结婚啊、生小孩呀、啊，包括请这个请双方来家做客啊，如果这关系非常好的话呢，都会赠予黄金来表示，哎，这是我对对方的祝福，或者我对这段感情的这个尊重啊，都会这种。凡属碰到大型的节假日期，他都会。非常的抢手啊，价格都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上涨。啊，大家稍等一下啊。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你看黄金在市场当中的这个价格行为，黄金在市场当中价格行为就是你看明显多头要比空头利，空头的这个，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有同学说能不能做空呢？我觉得是从整个这个背景下来看的话，现价还不太适应做空的，啊，所以说建议黄金我再等一等，看一看今天的收盘是怎么样，看1280会不会成为黄金这一轮上涨的一个回调点。再去做具体的交易抉择。OK，好，我们再来看看 Euro K 啊，Euro K 啊，加币，类似，加币跟黄金类似。就我刚才分析黄金的思路，我们来看加币，你就通过你的直觉，我们什么都不要看，就看裸 K。同学们注意啊，很多时候在去看市场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这种学习了太多这种分析的方法或者理论，反倒是很多时候不利于你去单纯的解读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交易的越是一张白纸它越好，因为可能它这个很多观念就是已经形成了这个形成了这种先入为主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很难去抛弃掉那些学习到错误的观念。那么我们对于黄金，对于现在对加币来讲的话，美加我通过直觉来看就是上涨趋势。那再通过细分来看，我们刚才分析黄金的思路，就是黑色的阴线，它在数量和质量以及力量上，数量、质量、力量上明显的要弱于白色的阳线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颜色啊，因为我这个眼睛看得有点不舒服，所以我用黑白，明显的要弱于白色的阳线，实体的阳线。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通过这个趋势来看的话，除非它在顶部出现，除非它在顶部出现非常好并且强而有力的反转形态，或者是那些容易识别，也是通过直觉第一眼就能识别的反转形态，我才考虑去逆势做空单，而且这个逆势也是要基于一定的前提，就是我一定是要在风险控制的背景下。什么叫风险控制？就是我跟大家经常讲的试单。那么你会发现，我在有一些交易当中，我上次给大家去看了啊，给大家去看了我的这个交易的持仓，对吗？包括我现在还有澳币的多单，那么我这个还有每日的空单，以及这些日内交易当中所做的这些头寸，那么你会发现，哎，我的这个手数有大有小。那么怎么回事呢？就是对于我不太有把握的交易，或者我通过直觉所看到的，通过直觉和经验啊所看到的不太典型的这些图形，那么我会用一个相对较轻的仓位。那
这个市场的程度，什么叫市场的程度？就通常，如果这笔交易，我打算以一个1%或者2%的风险，那1%、2%可能是100，可能是200美金，那么我就用一个10到20美金的一个风险去尝试做这笔我没有太多把握的交易，这样就叫做试仓。那么试仓的前提就是你的杠杆，你的对应的手数一定要相对降低。所以说呢，很多交易啊，包括我们上周有同学在群里谈论到，就是说所有的我们带单交易讯号、带单交易讯号都是用相同的手数来做，那这样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优质的交易信号，不是所有的交易信号都是值得去用一个相对较大的仓位去博弈的一个交易信号。只有当绝对优质的交易信号、绝对典型，并且通过直觉判断它就是那个反转点。这个入场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允许大家用一个正常的仓位或者手数去做，否则其他不太确定的呢，我就建议大家用相对比较轻的仓位去交易它就行了。这样能让你在既不错过交易信号呢，又能让你在整个市场的练习当中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失。告知肯定很告知啊，凡是我说清仓的，那我可能就零点。最高不会超过0.3啊，可能就零点一到0.3左右啊。如果稍微仓位会重一点的话，我可能会做到不会超过2手啊。总体加起来的话，不会超过2手。OK，好，关于这个的话，我们在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怎么去控制仓位啊？我们会去使用到一些交易当中的一些计算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后天啊，在后天后面的天。你的去慢慢的去谈啊，今天一谈讲太多的话，大家也去吸收不了。哦，美加是一个多头趋势，但是呢不再适宜追多，多头趋势不再适宜追多，因为位置高了，因为位置太高了。现在来看明显多头比较强。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美加的一个整体的战略计划是什么呢？等啊，一个字等，等什么？等那个拐点到来，因为你只有在现在上涨趋势当中去抓拐点。你才有相对大的获利的空间，否则的话，往上走越挤，越挤的话越容易顶到天花板。那么在这个地方去买入的话，方向虽然对，但是呢，可能是这一波多头正在想办法正在想办法去出货的这么一个区间。那我们去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买盘，它总得到一个地方要了结吧？跟着我的思路来转啊，逢低做多的买盘，总得找到一个地方对吗？如果你是机构的话，或者是你是作为这个一个，在低位建仓的一个，我们在讲作为这个老板，那你去在低位去进了一批黄金，或者进了一些以未来看涨的这个品种，那么你一定会想着在一个高位想办法去兑现你的利润，对吗？你不可能一直放在家里不卖啊，那你去做这个交易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对吗？那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季节，或者找到一个好的市场当中的价格。来将你低位买入的货品形成一个了结，那这样子就对应的一定要有人肯在那个价格去买，你才能把它卖出来，对不对？所以与之对应的逻辑是，一定会有人愿意在高位去购买这个产品。对吗？这个思路大家能明白吗？如果不买的话，这个就没办法成交啊，你就没办法往下去那个成交你的价格，你的空头就没办法获利啊，因为没人愿意接，全是买方市场，没有空方市场的话，那没人愿意接，你的价格就，你的价格就一直就下不来，那你就没办法获利。所以说，一定有人愿意在高位去购买这个产品，那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营造一个强烈
看着买方市场，或者多头市场的预期，才会有人愿意持续在高位购入这个产品，对吗？这个逻辑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说，在高位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这个一些消息的影响，通过一些新闻、一些消息的影响、舆论等等等等，来营造一个看多强烈的买方市场，让他们产生对未来多头获利的预期，以这个地方的空单才有可能成交。因为你要把从低位买上来的产品，在高位卖给这些你接盘的人。跟房地产是一个道理，注意，跟房地产是一模一样的道理。这个思路大家再梳理一下啊。这个思路大家再梳理一下，好好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房子在1000买的，现在涨到1万，没人接，那不就完蛋了吗？对不对？如果没人接，那这个市场就怎么样呢？就一直在高位，你就没办法套现离场，对不对？你就没办法把它卖出去。只有价无市，这叫有价无市，就会形成有价无市，那整个流动性就会变得非常差。所以说，你如果想套现走人，或者想出货的话，一定会想尽办法，通过跟地方政府的勾结，通过跟中央政府的这种联系，或者通过跟某家媒体的合作，来创造出未来某个地方的房价还有10倍、5倍、翻倍的可能，才会有傻子愿意去把你这个东西接回来，你才有可能把它卖给他，你才能形成获利的过程。否则，你这个东西就是有价无市。所以说呢，每当在这些高位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些这种非常浓烈的，或者是非常这个强烈的看涨预期的，大家都开始涌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作为狙击手或者作为机构方的话，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持续的把他从低位买入的，他在倒手卖给你，最终价格反弹出逃，最终价格开始反转。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需要通过这些形态的识别、K 线形态的认知来去找到这个猫腻，来去找到这个猫腻。那么在这些顶点拐点之处，会有一系列假动作，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单根 K 线的识别啊，我们之前学习到过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识别方法，来判断行情反转的这个概率以及形成获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在我们现在一个强烈的买方市场当中，当高价已经非常非常价格走到非常高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会有获利盘要出来。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找到这个机构，或者找到这种多空厮杀在博弈的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形成的一个获利。所以说，现在对于整个美加来看的话，我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位置。那这个位置是一定不再适合追涨。如果你再追涨的话，就会形成我刚才所讲的，在多头市场的末端，成为最后一个接棒的人。如果我们就把它想成房地产价格，现在是涨到了130万平方，涨到了涨到了这个从13000涨到了这个13万一平米。那你在这地方，你觉得还会涨的话，你就会去接棒。接棒最终价格就会下来。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要预测可能会出现拐点啊，因为价格很高了啊。当市场出现拐点的时候，一定会形成某些痕迹，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些学过的形态，通过这些痕迹的识别，去找高位去做空就可以了。但现在明显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多方市场还是比较强的啊，所以说在现阶段我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美加是我不再会尝试去做空单了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走一步观测一步，好吧？这个地方那既不建议大家做多呢，也不建议大家做空啊。这是美加，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澳币，澳币的多单大家都有吗？我在这个上周进的多单，大家都手里有没有澳币的多单呢？澳币的多单思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啊，就是在一个现在是在一个空方的市场当中，那在空方的市场当中，那么价格是走在低位，价格走在了非常非常低的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其实对于大户来讲，它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啊，因为只有低位才会有获利的可能啊，对不对？你在高位卖，你在低位买，你才有获利的可能啊。所以说，对于美加啊、呃，对于澳币来讲的话，现在是处在相对低的历史价格。那么在这个低位呢，我也是尝试了这个去进了澳币的多单啊，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手里有没有澳币的多单。还有一点点啊，好，那我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澳币的多单，现在澳币的多单是有，我个人是有这个40点左右的一个浮盈，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拐点呢，成为一个 turning point，所以说我认为澳币在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个反弹，不知道会不会是反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日线级别、周线级别的底部，那么在这个底部也是曾经这个。多方建仓的价格，那所以说，当价格再次回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也是尝试了在底底作为参考。止损以前低作为参考。那么其实在整个其实在整个澳币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从周线包括从日线上来看，都是比较明显的下跌趋势，对吧？下跌趋势。但是在上周来看，日线图，那么在上周五的一个日线图来看，这个地方是收了一个墓碑线，我们看这根 K 线啊，它是在日本蜡烛图技术当中去谈及到这个叫做墓碑线，啊，墓碑线当出现在底部，尤其是日线、周线级别底部的时候，它往往会，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通过我学习到过的一些形态，通过学习到过一些交易的方法，那么这个地方我认为有必要去尝试澳币的多单，哪怕止损，我也就损10个点。那我也就损20个点啊，我就损20个点。现在呢是走到。现在是走到一比，价格已经是走到一比接近1:1.3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是通过一个底部形态的识别，而且是一个非常小的止损来去搏或者来去赌，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会成为澳币的一个反转点？不是说空穴来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形态的时候，我尝试去没有任何形态的时候，我尝试去做多单，而是出现了这种墓碑线啊，出现这种墓碑线，我认为澳币在这个地方，哎，它是有可能会形成一波像样的反弹。去，但是这个地方的多单呢，我会去尝试。OK，这是澳币，主要是基于它是前面的底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如果是在前方没有支撑价格的话，我是不会考虑在这方去进澳币的多单的。有同学问到说，澳币还能不能进？还可以进啊，反弹下来，走到0.73，我们看一下小时图。这地方有一些像头肩，有一些像头肩底的一个趋势啊。再走下来，0.7040。这块区域
还是可以考虑进奥比的多单，但是止损可能就会比较大了，因为位置可能没有0.7030好，所以说大家自己去考量啊。相应的止损比较大的话呢，大家在适当的过程，在适当的情况下，交易的手数要降低一些，好吧？交易的手数要降低一些。OK，这是奥比啊，0.7040到0.7030这个区间当中，考虑去试单奥比的多单，止损以前低作为参考。好，同学问到怎么看棒日？棒日也是日线级别的底部啊，棒日非常明显，也是在日线级别的底部。我们看看在整个日线当中，那么在上周其实周三的时候是有一个大阴线之后的一个双 K 反转啊，并且这个地方是收了一个小阳线，把前面的一个反转上去啊，又接着连跌了两天，连续又跌了两天啊，现在是在140，还是在140之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认为棒日啊，同学们注意啊，棒日还是有可能会出来一波像样的反弹的，主要是看英镑。日币我们现在是不抱希望了，就看英镑有没有可能在近期出现一些这种消息行情，带来这种大的反弹行情，来拉动像镑日啊、镑瑞啊、镑加呀等等一系列这个交叉盘的一个上涨。所以说镑日来讲，我认为在140，它在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上周的这一个下跌是。False breakout, false breakout。我们只是有可能啊，不一定啊。它有可能是一个 false breakout。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棒日，其实很坏。为什么很坏呢？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在下面尝试去做多单的，肯定是有很多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尝试去做多单啊，最后是打下来啊。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market maker 在这个地方去打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市场就是一个假突破之后又反弹上去，所以说我觉得放日在交易的一个整个方向上呢，还是有多单的交易机会的。也就是说，价格如果再走下来一点的话，走到这个一百，看一下啊。当然越低越好了，差不多走到109.90附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多单还是可以再尝试一下，啊，那仓位轻一点就行了，啊，反转的潜力还是挺大啊，因为棒日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区间性行情，棒日的周期性是非常明朗的，在你看这种感觉的走上去，下来，再走上去。前高点，再下来，再又下来，回到起涨的原点，怎么上去，怎么下来，怎么下来，怎么上去，它会形成一种平衡，啊，它会形成一种平衡。那这种平衡在外汇市场当中也是所谓的这种道。什么叫道呢？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同学们注意啊，国与国的之间贸易需要通过汇率的手段来控制平衡。所以说，在外汇交易当中，我们会，它跟股票市场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股票市场比较受政策的影响，受整个金融环境的影响，它会出现这种所谓的牛市，持续时间非常长的周期性的牛市和熊市，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非常强，非常长，它的流动性呢，也不像外汇，货币的流动性肯定要比股票流动性要大。对吗？它的交易量也要大，所以说呢，它的流动性也相对比较差，相对没有外汇流动性这么好。所以说，在这个两个背景的情况下，货币作为国与国之间来平衡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和手段，它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规律。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就是价格怎么上去，以什么形式上去。最终呢，它会以什么形式下来？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国与国之间在这种贸易啊，包括在这种政治之间通过货币的手段形成平衡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棒日啊，我觉得在
这个最近的周期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在操作的一个方向上啊，就走到第一位的话，我们尽量的去适当的方法去寻找到这些可以博弈的买点。现在是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在140啊，现在是在这个140。我觉得价格如果今天再回到139.90的话，还是可以清仓的去尝试这个多单，止损就以前方低点作为参考就可以了，45个点。OK，目标的话，第一目标呢，还是1:1了。第一目标还是1:1啊。第二目标的话，1:2，这个地方的阻力大概是在140.83啊，813。第一目标140.392，入场点139.。924，480，OK，这是棒日啊。啊，Mary 姐说错了，是1.1450啊，对，棒日是139.90啊，139.90附近尝试做多单。啊，欧元已经下来了。其实欧元我在上周是上周五进的，自己进了这个空单的，挂单进的，看一看。上周五晚上进，啊，今天还是可以再进的，反弹到高点的话还是可以再进的。欧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位置。OK，原油，我觉得原油的思路，是的思路来，他的思路是认为原油在44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反转。会有一个反弹，那么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啊。我认为原油，我认为原油在44这个地方也可能会出现一个这种向上的回调。那周线来看也是，同学们注意看啊，这个周线啊，原油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在是在。原油的周线现在是在42点，正好是低点是在43附近反转上来的，那么也是前低的一个，你看，同学们注意看啊，前低的一个这个地方开启牛市的一个起点，对吧？你看价格怎么上去？我刚才讲的价格怎么上去，怎么下来？但是在市场当中，同学们注意，在金融市场当中，上升。往往是缓慢的，下跌大多数时候都是急促的，就是我们看到空头啊，空头市场它往往都是速度非常快，下跌非常急促，力量是非常大的，所有的空头市场都是这个样子。而牛市它慢慢的在底部慢慢的盘，它走上去会非常非常慢，但是空头的会非常急，所以说呢，原油你看怎么上去，怎么下来。那么在这个地方，上周的周线，我们看到收线也是出现了一个 shooting star。
这个地方你看下方买盘买上来，收了一个这个实体是非常短的，但是其实这个形态它还不够，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它还不够那么有参考的价值。就是我们在讲原油的整个行情是不是从此开始反转了呀？这个地方会不会再次开启一波多头市场了？我认为还有待验证。但是从日线上来看，它毕竟还是收了一个吞没形态。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整个原油的思路上，可以按照郭老师的这个思路来啊，就是底部的试单走到这个44.50的位置，对吧？在这个大阴线、大阳线的这个区间当中，我们都可以尝试去低多。但是我跟他有一点区别，就是说他的止损可能会放的比较大一些。我看了一下，这个郭老师在解盘的时候，止损可能会放在，他的止损的话可能会放在相对比较安全，对吧？但我止损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他如果这根大阳线再次给吞没下去的话，或者是有价格再次打到低点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个空头。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些空间去试单的一个基础上，止损以前低作为参考就可以了啊，就是以这个点作为参考就够了啊。这是我跟他的这个在止损思路上的一系列一个小的区别啊，我可能不会把止损放在41之下，就跟我们在上周讲的，我认为这个地方价格如果走下来的话，这一部分空间就属于无效止损。OK，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我讲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止损以前低作为参考就行。好，这是原油啊。我暂时还不会进原油的多单，我个人的账户当中还不会进原油的多单啊。一是因为我这个平台它的杠杆是比较高的，也比较小啊，所以说暂时还不会进原油多单。好嘞，再来看。每日也不太乐观啊，每日这个情况，上周的大阳线反转上去又被收编了啊，所以说，暂时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多单啊，先等一等啊，这个地方我认为从价格行为上来看的话，你看大阴线下来下去反转上去。如果价格是打破掉这个高点往上走的话，哎，有可能会再次回到113，我们再逢高做空。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又收了连续两根阴线，并且是这种阴线的力度啊，我们感觉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当今天是低开的时候，我觉得每日的一个整个形势还是不太乐观啊，应该是一个继续向下走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每日我建议暂时大家不要去在这个位置尝试做多单，先等一等看。好吧，每日先等一等看，包括黄金的空单啊，黄金的空单跟每日的多单，实际上是差不多的方向，都暂时建议大家先留有一些余地来观测一下，我们再去做抉择。怎么讲着讲着一下下来这么多啊？这还是有意思了。没讲的时候没见它跌，讲了之后就跌这么多。啊，如果它提前走到越过50%的位置的话，挂单就取消了。同学们注意啊，就是它这一波下来，如果收线，待会2点钟收线，它如果收到0.618啊，收到50%这个地方的话，价格如果点到的话，我们就把挂单就要取消掉啊，因为整个动能已经下来了。这是欧元，交易的整个交易的机会还是挺多
不要因为一次交易机会的错过而去懊恼，或者而去这个患得患失啊。我认为在市场当中每天最不缺乏的就是交易机会啊，最缺乏的是耐心，最缺乏的是对风险的控制和对市场的敬畏，最不缺乏的就是交易机会，好吧？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即将步入到新的一年，还是重新跟大家祝福一下，祝各位投资人。在新的一年当中，事业蒸蒸日上啊，尤其是交易的能力，还有交易的这个，整个状态，以及对于2018年整个市场的这种重新的认识，再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啊！祝各位交易愉快，我们明天，后天下午啊，明天元旦我们放假了，后天下午再跟大家进行这个亚洲盘的讲解。同学们，我们后天不见不散，祝各位交易愉快，拜拜。